锵锵三人行，国美，我给你介绍明博啊，李承鹏。幸会。哎呀，李承鹏，相见恨晚。对，好多人都看过他博客，对吧？而且呢，他我发现你不光是眼儿大，你胆儿也挺大。这个得从一本挺轰动的书说起，《中国足球内幕》，这是这个李承鹏、刘晓星、吴策立这几个多年的这个体育记者呀，是吧？收集了很多很多罪证，是吧？出了这么一本书。因为这本书啊，我听说接到恐吓电话了，咱们。对，那是在前一段时间的有一天晚上，我刚刚走出房间，10:40，很客气，很斯文。这个李承鹏吗？你是在北京吗？按正常的，我就想那么斯文啊，我说，哎，请问你哪位？哎，你是在北京吗？我就觉得有点警惕了。我问他是谁，坚决不说，就开始说了，给人方便，与己方便。不要太认真，不过就写本书嘛。嘿，够慎的。我把电话挂了，待会儿又打过来了，又说了一番话，最后就说，别人有家人，你也有家人，还有一件事儿，其实今天有两件事。哦，还有什么事儿？两位中国足协的资深专职副主席失踪了。啊？是你书出了之后失踪的？对，不见得是因为他这书失踪的。我们没有那么大的这个能量。我经常说，刚才我说，他说我胆儿大，其实也有一些包括南方人民周刊采访我的时候，我就说，我其实是那个被挤下鳄鱼池那个人。嗯，对，都以为我是英雄，其实我挺胆小的，我只是重复不断被人挤下鳄鱼池，我游到对岸去以后，成了所谓的勇士。我胆子非常小。
中年组、少年组。那我问你，这我这就哎，我举个例啊，我打断一下，乒乓球你在国外是经常看人打吗？比赛吗？你看过吗？电影里面有反应吗？想，有一只有一部伟大的电影反应过，就是《阿甘正传》。他抑郁症的时候怎么打？那还是好像为了给中跟中国人打。哎，对，嗯，我们的所有的金牌项目是非国际化的。那不管，那我觉得你不跟人这样讲。那我想请问你，中国足球又想挑战什么呢？嗯，是这样的啊，我们一直在讲普世价值，普世价值不是一句知识分子说的话，就是你制造汽车，你得按国际的标准来制造吧。就是我们发明那种三轮奔驰那是不行的，对吧？嗯，足球恰恰是这样的，因为全世界打乒乓球按我们的标准来打，我们踢足球要按别人的标准来踢，而且我们花1000万人民币，我们一定能培养出一个世界的乒乓球冠军。嗯，但你花100亿人民币，你培养不出巴西队出来，你文化传承、民族性。团队运动，它难度也是最高的。我记得上次我们聊的时候啊，就都聊到这个民族特点。就比如说，你看足球这种合作呀，它属于一种叫做什么呢？我记得上次你说一词儿叫差异化合作。你知道吧？中国人呢、啊，你或者是铁板一块，整齐划一，团体操，这牛，那行，对吧？或者是个人项目牛，但是换到这种啊。差异性合作又需要各自的发挥，又需要彼此之间团队配合，这个玩意儿我们好像不太灵。说为什么刘翔和姚明能是真正的真正我们全民的体育偶像，对吧？但他们压力也很大，什么刘跑跑也有，对吧？嗯，他确实是国际化的运动。你说美国人，我们中说哎，美国人在北京奥运会被我们干趴下了啊，高兴啊。其实美国人根本不在乎这个，他在乎吗？啊，你乒乓球你们多拿几块也无所谓，对吧？他不在乎，但是我并不，这个看不上我们自己的乒乓球，我也觉得很伟大的运动。但是我们要，包括羽毛球、乒乓球都是很伟大的运动，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要和国际接轨。嗯，就是说你这项运动，乒乓球它是一个，我不能说它是一个游戏，康乐游戏，它确实是不够国际化的。像泰拳，好不好？好。嗯，泰国人民热爱是他的国权，对，但是挑战我们上他因为什么男子泰拳、女子泰拳、中年组、老年组、少年组混合打，他拿了20多块金牌，你会认为他是个体育大国吗？他不是的。嗯，我们还认为你篮球不行，足球不行，百米跑不行，还是美国最厉害。美国哪怕下次被中国第一、泰国第二、美国排到第四，我们还是认为美国是体育大国。为什么呢？体育我们永远认为它是跑步啊、打球啊，不，它是一种精神标准。这时候、哎、你看人家这了解内情的一说都有点接近阴谋论了，这个我们去广告，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我看你们这个体育这个评论者呀，经常说中国足球为什么不行啊，经常矛头指向足协。嗯，是不是？哎，你不是还有个足协的段子跟我们说说吗？对对对，其实足协主席，很多人说这个郝晓东去当足协主席，李人鹏去当足协主席就有救了，没救。足协主席也是一个管理体制一个符号，他长期用行政手段来管理这个市场的行为的时候，比如派一个文化局局长管理中国电影，他是搞不好当导演，他怎么当得好呢？嗯，所以他有很多焦头烂额的事儿，比如我去了，我们经常调侃谢亚龙叉腰机，叉腰机。李成鹏去了，他是李亚龙，他一定不是李云龙，对吧？嗯，比如说你像严胜铎，他也是，他们以前都是挺优秀的，这个我这个政府干部，来了足协以后焦头烂额，很有时候显得比较弱智了。比如说这边在罢赛了，有很多球要打起来了，这边俱乐部可能汇报。给他打手机不接，鸵鸟啊！我经常有一句糙话，我说你们骂中国足协是一坨屎是不对的，他是一鸵鸟，鸵鸟对吧？不作为嘛。嗯，人俱乐部打电话，他看手机知道闹事了不接，急了这边急了，赶紧查到他座机，给严世铎打到座机上去。严世铎足协这个没有来电显示，拿起来就喂，说哎呀严主席，我终于找到你了，你这个就这样不行了，你得给我们解决一下啊。喂，我在高速路上，我信号不好啊，把电话给挂了。喂，听不清。这边人徐明打的嘛，大连的一个足协的这个老板，大连俱乐部老板，就是我可能用糙口啊，就是这个可能演绎一下这个大连的方言。嗯，写表，你保的
坐骑上高速路吗？抱着坐骑上高速路吗？就是这样，就是这个，就是它是这样的一个概念。你怎么管理得好足协？打假扫黑这么一个很明显的这么一个事情啊，他们会说你们是为了炒作这本书。20年来，中国打假扫黑一直无疾而终，我们自己媒体还是在保护自己。我觉得我要是公安部的话，我照你这本书我去查嘛。啊、如果都能证实了，那么全抓。公安部的那个材料啊，那些人别看魏群说一句话，别外边挺横，进去全招了，灯一照全招了。公安部知道，知道比我们多，天花板都。写10本书。对对，写100本书，这1001本。那怎么办呢？